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，谢谢啊，家人们，感谢你们。还只有十块钱，中了没子的。刚我们是怎么住的？我姐到家了，她又不是来我们这边的，对不对？妈的，我不让她运动，你跟谁在一起？我跟我邻居啊，跟邻居在一起。妈，这个植物怎么长的呀？你管么都被娘你们哪里的表吗？你管么？你别家不得了，你别家。看把那熊的六个爸爸走了。管呀，你无所谓，中。咱们的鼻子尖的。你的手。咋？啊，你们都中间没。你的手了呀？我这个是不安的，你手。我怎么不能下次啊？我服了的。只是不啥都没看不到。妈，你们拿什么了？忘了，能不问的都不拿个的走呢。种玉米，你们看。我这几天下雨了。你不回养你大的家吗？我现在就是在大的家呀，我在种玉米呢。哎呀，俺这个为什么不是这个种了？我不，那什么没有？俺们不知道，也不用俺去花的，我们去其他的。怎么不回来了？那个。我一点都不吃，不吃那啥卵卵。我吃不是这啥呀？我吃啥？哎呀！请问在哪个哪里去？看到没有？我们种玉米，你们看，刚种。你大点声，我不清楚呀。这都没有娃娃身上，不种了，不种了，那你来种，那你来我们家种。啊，哎呦，你回来看，你什么在听？姐姐不是回去了吗？那我怎么知道呀？是不是？她应该去那里吧？我现在我爸妈家，来重庆工作，阿英。重庆有什么工作呢？你们跟我说一下呗。来直播间500多个人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户外直播，今天户外直播，你们没加粉丝团的，你们没加粉丝团的，你们加一下粉丝团都快50岁吗？是以上级。丢。五十哎，五十错，错误，那是够少哎，这不我们发我们发。帮我分一下直播间啊、哦！你们看，给你姐姐一路上帮帮。我们两个是，我们两个是两种人，他往这边走，我就要往这边走，知道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。黄毛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
不认识。不认识，不认识。那你冷吗？冷，太冷了。我刚才开个摩托车的时候，我都就是扭子扭的，就是这样子开的，太冷了。看我的手都被染成这样子了，被这个玉米染成这样子了。我以前不是烂西瓜给你吃吗？不清楚，你说的啥意思？我不懂。你说的啥意思？我不懂。我的被爪子的。楼梯这么高，我的也这么高。哦。我的片子呢？我可知道吗？我为什么呢？走出大山，谢谢你们！你们帮我加一下粉丝灯牌吧，家人们，帮一莫加一下粉丝灯牌，谢谢啊！你们那边那么冷，是下雨了就挺冷的，下雨了挺冷的。你姐姐呢？我怎么知道呀？我们两个现在不在一个地方呀。走出大厂来城里奋斗，来城里奋斗啊，没车费啊。联系啊，怎么不联系啊？打电话问一下你姐姐呀。哪挂个包裹子不是的，那个狮子的都是。包裹子裤怎么子的洗，身体怎么样？你们去问他呀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又不在一个地方，我怎么知道他身体怎么样呢？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是不是？哎，觉得你算不是 bug 的，很开心嘛。是办好了吗？什么是办好了？我能办什么事呀？我现在种玉米，你看，现在在种玉米。种玉米喽，种玉米喽。你们怎么老是问我呀？我怎么知道嘛？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呀。不觉得太冷血了。对呀，我就是个冷血人物。姐姐的事办好了吗？应该办好了吧。这几天我都没有玩手机。这几天我没有玩手机啊。因为你拿在一公共的时候，一来呗，
一个瓜西说就一十公呢，一十公呢，十多个一只可是一公说个半天着呢。不知道啊。怎么说嘛？俺们起码就是从那生啊，从不没放。难的。现在成了个。没有啊。能看我的手被染成这样子了，看到没有？那表哥在身边也安全呀，是不是？表哥在身边不是挺安全了吗？表哥在身边就行了呀，是不是？你认识理解表哥吗？一窝丢几个玉米，三颗玉米，都晒黑了，没事没事，晒黑了这不正常吗？农村人的就是哦，这可用的。我怎么弄的？下次有个其他胳膊洗。阿萨伊说的吗？凭着说的？陈经理呢？没联系了没有？我跟他联系干啥呀？我操！我不想跟这些人联系。哎，我现在没有啥，就是我只想做好自己，知道吧？没有想过别的。我跟陈经理，你没也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是不是？他只是一个易老板的手下而已啊，又不是那个啥。阿张说不认识你姐姐的表哥。不知道喽，反正我也很少见过。这还是那么走啊，路在红色。我本来就是乡巴佬呀。我也没说过我不是乡巴佬呀，妹妹这个人现在我好喜欢你，阿姨们都好喜欢你，谢谢。表个本事，对呀对呀。真的是。孩子。这是姑姑家儿子，是吧？没怎么见过，知道吧？很少见，因为我的话很少见的，知道吧？你们也知道。是说你姐姐你们一起长大的吗？应该是吧，不知道。是啊，以前我们是那个啥的呀。你咋的啊？我六十块这点不够，你是暴露阿姨，我出出几百块不是暴露你们了。出去上大学了，一直在国外生活，哇，好厉害呀！挺厉害的呢。我也听说过以前有一个亲戚什么出国留学呀，怎么怎么样的。我就那边，俺爸还有个子电池可以，不是吧？我老公他们研究会。搿条猪妈妈这么有事体。我现在是后外包的阿姨莫两喝水，看你嘴干的，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
这你们觉得不正常，正常不过的，家人们。怎么不开心？我开心啊，因为我在种玉米呀，所以你们看不到呀。我挺开心的呀，你们看，我种玉米了，家人们。怎么不久味道没了呢？你不要误会啊，我放了三个进去了啊，母亲吗？看看你们这不跟啥，什么时候不行啊？我没看。那你把我自己穿，我就没事的几步。擦过，擦过。嗯，不是什么绿吗？个子。嗯，这个要擦过的。啊，接龙啊，不小心嘛，给自己的呢。还有没长大了，鼻子就是没有没有，各有各的好。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谁都有缺点和优点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。赶紧走出大山，走不出大山喽，这一辈子就只能住在山上喽。为什么山里的人住在山里？因为山里的人太穷了，出不去呀，家人们。你那太苦了，不苦不苦。这里的人都是这样子的，谁没有谁苦不苦的，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。生活欠我一个满意，我欠生活一个努力，知道吧？生活欠我一个满意，我欠生活一个努力。这句话是对的。来重庆是吧？上班工作帮你搞定，谢谢哦，谢谢哟。哎，莫越来越会说话了，没有没有，本来就是呀，对不对？我欠生活一个努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不够努力，我才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因为我不够努力，不够上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会流落到这种地步。但是生活又欠我一个满意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的就是，哦，没有觉。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。生活本来就欠我们一个满意，我们也欠一个生活一个努力嘛，你们说是不是嘛？只因为自己不够努力，所以才落后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。阿姨晒黑了，哎呀，晒黑了比较好呀，对不对？晒黑了不是挺好的吗？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，那是那是。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？弹着琴唱你爱的歌。出去机场是吧？弹着琴，唱你爱的歌。你是路过你俩路的，你得不对。这是我妈啊，这是邻居阿姨，上次种红薯的那个阿姨，看到没有？种红薯的那个阿姨啊。阿姨，阿姨，种了没有？听到吧？种玉米吗？对呀，种玉米。这几天下雨了，我们这边的人都种玉米了。然后别人做什么，我们就跟着做什么，管他能不能长出来，他们就是这么想的，知道吧？管他能不能长得出来，别人种玉米了，我们也跟着种玉米。怎么光说是土字的设计规则？那是个几的水，那是啥地不掉的？你啥地不掉的？啊，可啥地不是掉的？不要乱呀！哎，怎么会这样？
还给我说的不明。